兄弟姐妹、好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四个月前，当国民党提名柯志恩来选高雄市市长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知道柯志恩是谁，是男的，是女的，是高的，是矮的，是扁的，是宽的，都不知道。但是今天，不止所有的高雄人知道，全台湾都知道，柯志恩是一位勇敢、正直、坚毅、有想法、有能力的候选人，对不对？过去多年来，柯志恩做什么工作都是最杰出的，他是最杰出的电视节目主持人，他是杰出的立委，他是杰出的教授，他教出两个杰出优秀的孩子，所以呢，如果他当市长之后，一定是一位最杰出的市长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各位好朋友，民进党执政快七年，这七年来，我们用三个字来形容他们，第一个就是骗，第二个就是贪，第三个就是坏。怎么说？苏贞昌连神明都敢骗，陈其迈他的一生经历都敢骗，民主退步党他骗大家说他是民主进步党，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要让他下台，对不对？对。8600亿的防疫预算不知道怎么花，怎么被贪掉的不知道，所有政府的标案，我们纳税人的钱都拿去养网军，养他们的好朋友，这就是贪。所以11月26号，我们要全面下架民进党，不能让他们再贪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坏，怎么说？治安越来越坏，我们台湾还没有变成乌克兰，已经变成柬埔寨。好的年轻人去求职，竟然会被囚关起来，会被凌虐而死，这个是在民进党的执政下才会发生的事情，所以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再发生。空气变坏，治安变坏，经济变坏，所以不能再坏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好朋友，11月26号，请大家团结一致，票投3号柯志恩，票投所有我们蓝营的议员，票投所有我们的里长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接着我们欢迎总干事，我们不分区的我们吴怡定委员。蓝哥有没朋友？蓝柯志恩的靠山，大家好。3月26号。春六天了，咱准备好了没？咱准备给全台湾、全世界看咱的奇迹吧！咱有信心吧？11月26号是投票日，是民主政治上重要的一天。迄一天，你手中的一张选票，决定你的未来，决定甲这个保留。把这个无良心骗骗骗的政府换了，决定把一个有能力、真正想要咱服务、为咱的子孙、咱的子子孙孙服务的柯志恩去哩。11月26号，咱准备好了没？民进党大摇摆，甲咱骗讲台积电要来，咱的厝。咱的房地产已经起到咱的少年人拢卖袂起，台积电有看到影无啊？林进栋甲咱骗，高雄的空气污染是台中飞落来，台中的空气够比咱个歹。林进栋大要骗，当有你迄张选票，咱大家迄张选票会使甲伊换来对无？Ha ha ha!
竞选总部的主委，甲咱的总干事，甲咱38区的候选人，就是要。